次的联名开卖喽。然后呢，这次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联名鞋的重点，就是这次呢，这双的跟鞋呢，它是绒面的布料，四双都是，然后它是粗跟的设计以及方头的设计，因为为了想大家怕好不好走、好不好穿的问题呢，所以这次用粗跟会比细跟来的好走，以及方头呢会比尖头来的好穿，所以呢，如果担心上班族、通勤族啊，我觉得你都可以考虑看这一双，因为真的是好穿又好走。以及呢，有四个颜色，有黑色、跟咖啡色、跟酒红色，还有就是里面这一个我最喜欢的颜色，我现在开箱给大家看。这个颜色就是今年秋冬最流行的，最流行的砖橘红色。然后呢，这个颜色穿起来非常的显白。以及呢，我们旁边的配色是配银杏色，跟这一双也是，就是它有冰色的感的那个样子，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不，跟平常的鞋子比较不一样。刚刚我说这一双，像我皮肤比较偏黄或是黑的女孩呢，我觉得你可以选择这个颜色，因为这个颜色穿起来非常非常的显白。对，然后如果这一双呢，我建议比如说你可以搭配小洋装，黑色的小洋装，出席一些比如说婚宴啊，或者是比较重要场合，我觉得可以穿这双，因为这双看起来就是比较低调，然后但是有带一点点奢华的感觉的颜色，对，酒红色。然后呢，黑色就是百搭啦，如果你穿一般的牛仔裤装或者是裙装，这个就没有问题，所以这个就是黑色就是必备款。然后最后一个咖啡色呢，咖啡色我觉得带一点点个性的感觉，又带点如果可以走文青风的女孩也是可以戴这个颜色，对，以上，谢谢。